那就在这里等冯仁义还有胡光吧。好，同志们，就地休整，注意警戒。 冯仁义这小子打鬼子挺积极的，一定会来。至于傅国光嘛，我看多半是不会来的。来，你们过来认识一下。哎，这支卫生队行不行啊？怎么不行？经过几天的强化训练，他们包扎都没问题了。是吗？嗯，是的，高司令，他们都觉得非常的快，已经能够独立在现场救护了。好，很好。特别是你这个日本女人，能主动参加卫生队，不简单。 谢谢高司令。哎呦呦呦呦！嘿，这日本人怎么那么多礼节啊？来，柳，能把解救出来的几个姑娘都培养成卫生队员，不容易啊。我也没想到能训练出这么一支特殊的队伍。吴队长，高司令。哎，怎么样？我们来迟吧？没有。嘿，你太仗义了。我说老胡啊，咱们走吧。傅国光肯定不会来了。哎，好吧，那就走吧。 好，同志们，出发！小赵，在。把铁桶和鞭炮分给大家，记住，战斗一打响，除了开枪之外，就是往铁桶里头放鞭炮。 咱们要把鬼子围在村里边，绝不能让他们跑了。是。方老弟，你带着刘明和兄弟们守住村西口，听到我这里开枪，一起动手。走吧，走，走，走。老高，你这么做是想让加藤英雄认为，你们独立纵队，我们游击队，还有保安团的主力都到了高平村吧？还是你厉害。那你这么做的目的？ 就是想让加藤英雄认为，龙牙山防守空虚，要让树丸村和石桥村的两个鬼子中队去进攻龙牙山，是吧？对，这样的话，就可以把鬼子分成几股力量去歼灭他们。可是你想过没有，如果加藤英雄让这两个鬼子中队来到高平村，那咱们可就惨了。我反复掂量过，这样的可能性很小。加藤英雄求胜心切，他绝不会放过这个难得的攻打龙牙山的机会。你可别忘了。 上回在茅草坡，你故弄玄虚，被他识破了。如果这次再被他识破了，就是因为被他识破了，他才能够相信这次还敢这么做。他会觉得这次一定是真的。老高，你不会太自信了吧？相信我，这次我一定能赢。弟兄们，打！ 大佐阁下，不好了！是高疯子吗？对，是他，还有胡天华的游击队，逢仁一的保安团都来了。走，去指挥所。嘿。大佐阁下，村子东头和西头都有人在进攻。 怎么外面到处都有冲锋号？高疯子和胡天华、冯仁义联合出动，声势自然不小。估计他们有多少人？天还黑，属下没看清楚，但我判断，他们应该是清朝出动，把主力都带来了。嗯，光听这枪炮声，我感觉他们的人马不少。报告大佐阁下，高翔、胡天华从村东头已经打进来了。八嘎，组织部队抵抗！嘿。 坚持住！同志，坚持住！
军、池田军，命你们迅速奔袭龙牙山，不得有误。赵超，司令，赶紧抢黄岩煤矿汽修厂的救济床。是。小高，小高，你攻打高平村，醉翁之意不在酒啊！哈哈，我现在跟你说也不迟。黄岩煤矿离高平村最近，家庭就进驻高平村。鬼子还有两个中队在石桥村和舒湾村，想搞个机床不容易啊！你包围了高平村的鬼子，同时引开了石桥村和舒湾村的鬼子，为夺取机床，抄走了机会吗？为了拿机床，也是为了把鬼子分开，好消灭他们。这样看来，你已经成功了一半了。那两个村的鬼子既然没有来支援高平村的话，肯定就是去了龙牙山了。我看成败已成定局了吧？给我打！打！这个山寨门口连个站岗的都没有，他们真够大意的。该不会是故意麻痹我们吧？那又怎样？他们的主力部队都去了高平村，区区几个土匪，咱们还怕对付不了不成？鬼子来了，东西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好了，给我轰开寨门。我冲进龙牙山。还好没有听高疯子的话。对了，向一虎呢？他有没有下山呢？我不知道啊，我一直都没看见他。弟兄们，别让鬼子上山，打！等等，先别开枪。不开枪怎么打？我自有办法。拉！王来喜，可真有你的！好戏才刚开场啊！拜天了，给我继续冲！小左，快往后退！走。王来喜，你这招真不错，既打了鬼子，又省了弹药。这都是高司令教的，别给我提他，一提起他我就心烦。给我打！哥，哥，哎呀，你这是干嘛呢？我刚眯瞪那么一会儿，你让我睡一会儿嘛，这么着急慌忙的。你心可真大呀，哥！鬼子都到寨门啊！鬼子到寨门了！啊！快走，快去，快点走吧！让他们打去吧，我保你们毫发无伤。等他们子弹耗尽了，我再来收拾他们。王来喜，还有别的怪招吗？有啊，诱敌深入。现在去见牡丹已经太迟了，一定会被骂得狗血喷头的。哥，那怎么办？咱不能一直在这猫着，还得想个办法呀。我们得想个办法，想个办法立一大功，让牡丹对我们刮目相看。高司令去哪儿了？哎，不对啊，刚才还在这儿呢。高司令不见了。坏了，他会不会去找加藤英雄去了？他要这么做的话太危险了。
胡队长，我们赶快去找他。快走，走，走。池田君，你带几个人去刺探情况。嗨，一个。可以上去。小鬼子要进去了，弟兄们，手榴弹准备。是安娜不中，他能这么做算是有骨气，简直胡闹，把我计划全都打乱了。哼，管你打不打乱，反正我是要豁出去。来，弟兄们，打！小组，我们被包围了，调车。给我抓活的，上，走，上，上！哼，拿下！是。别动！哼，向一虎，干得好！哼，应该的。带走。走，兄弟们，把枪带走，收拾一下战场。把战场给我收拾一下啊！